这部悲剧的动画电影会根据你的观影顺序而改变结局，是一个情感和科幻故事的情感云霄飞车。由两家不同的工作室制作的两部电影涉及平行现实，你可以按任何顺序观看这两部电影，它们将结合在一起，构成美丽的故事情节，并根据观影顺序而有不同的情感进展。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有点苦涩等等。其中一部名为《致我深爱的每个你》，另一部名为《至深爱你的那个我》。今ここにいる俺とこの世界の俺、何か違うか？わかんない。同じに見える。